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地铁逃难的四图居然在海底。喏，看到没 ？BOSS 都刷在河中间呢。人物角色可以不耗氧气在海底畅游，深海恐惧症慎入。更有深海板中的摇摇车，牛顿看了都要说一句牛叉。昨天的深海地图啊，相信大部分玩家应该都玩过了吧？赛季第一天地铁上线呀、卡充充点触发零秒结算 bug， 我不就骂了小光光几句吗？也不知道昨儿是策划老子进水了，还是迷幻的猫去大家做客了。今天整个地铁一号线全被淹了，全新的视角和游戏体验，我愿称之为地铁四图之海底逃生。当然了，这可不是真的四图啊。起初我以为是卡充生点触发的，到后面我没有卡充生点，甚至我们全队不管有没有卡充生点的，基本全都遇到了。如何识别你是否遇到这个 bug 呢？像我一样，开局啊看似正常，但猛的一看小地图，所以我人在图外， boss 和撤离点都在图外，不也很合理吗？老早啊就看到有人爆料过这个四图的 boss 在海底，嚯，果然无风不起浪啊。对了，老玩家应该都知道啊，曾经的地铁一图的水库里面啊，有一只巨大的水怪，难道大家自行脑补吧。